为什么试的时候 OK 又试不了？没电了。没电了。哇。刚才都可以的。你们是很专业。好，来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Once and Roses。很高兴可以参与国际潮白社的拍摄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个故事的年代背景是在1995-96年的时候。那刚好我们最近在做这个对 Guns N' Roses 致敬团的一个乐团啊，我们本身很喜欢 Guns N' Roses， 所以我们组了这个乐团。那刚好这样，我们唱这样子的歌很符合这个剧当时的时空背景，因为我们以前就是都是混在地社的人。其实那个时候在地社，往往我们跟朋友之间聊到的一些话题，都是一些比较摇滚乐敏感的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哦，除了可以一些社会议题。对，那个时候摇滚乐没有那么蓬勃，甚至摇滚乐有点被有点边缘，我觉得。对对对。但是在地社，我们往往可以找到一些同好，然后聊一些。彼此喜欢的摇滚音乐，然后同时对于社会议题啊，一些社会的现象的批判，在那边是可以蛮尽情的讨论。一群史派克，这种歌谁要听啊？其实不是。坦白说，台客这个名词在那个年代是骂人的话。这个年代的时候，大家会觉得说，我以台客为荣，以身为台客为荣，其实我们基本上也是。那可是，在那个年代的时候，台客就是一个骂人的名词，所以，我个人对于柯董是非常尊敬，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周点西工的，他根本就是我们的台客的始祖。刚刚在拍的时候，感觉那个我们在骂人，结果感觉好像是我们在骂我们自己。对，就是在骂自己。好，等一下拍完，帮他照个紫外线，看会长得快一点。在这边理头发很酷哎，我可以帮你剪啊，要不要？导演，导演，好导演，导演，国道三号。不要逗我笑。你杀青那天，导演就可以送你杀青礼啦。不用，没关系。先不用。有入仪式抗议。关怀除妓，共聊何事公投，地下电台超台，哪一个事件你曾经亲身参与过？你就是躲在象牙塔里面，我看脑中风。检查了。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？我刚才听说的，我也只是听说。听说他很喜欢吃道具，对不对？晚间道具蔡云云。虽然大家看到的可能是我吃了一颗蛋，但我大概吃了8颗，就是因为有很多个镜头嘛，这边来一个，这边每一个镜头都要吃一到两个，所以我大概吃了8-9颗吧，我记得那个蛋都不够，原本有5颗而已。人都到了吗？报告书记，都到了，各项参数正在感知报告中，人在台湾已经被军情局安置。之后顿一下，然后再问。下次台电的副总，是，对，哦，你先练一下。好，我在这次客串的角色是闽二半当中，玉呢书记的随行幕僚。那你觉得是演戏比较难，还是执行比较难？要练到专门的好的话，那当然是每一方面都很难，毕竟行行各有各的难处啦。所以在这边觉得非常的开心，能够有这个机会，然后来参与这次国际潮白社第二季的彩蛋演出，那也欢迎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。你正在调解。事情讲完了之后就可以调一下男人了吗？
可以吗，导演？最后一个是好。好，那你要把小喵咪。对，我嘴的很，嘴巴很有。对，哇，哇，嗯。哇！噔噔！学菜棉花。啊，但我会。哦，这我没有。我会这个。哦。学我骑行。再试一次好不好？那我到底为什么要错过那个？就无聊嘛，你在这现在没话找话，接下来老大会还是老大，就是你只想 OK 我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演戏好好玩，因为其实我不知道说原来是同一场戏，然后要反复的拍，然后看就是不同的人拍不同的人，全部的人，现在就是个人个人的特性。讲话的时候多少台词会有一点差异，这怎么办？所以会选一个比较好的 take， 然后如果说不脸的时候，就会例如说就会剪他脸，然后再接回来是两个 take 把它接起来。以前人家说就是，剧组好，你进去就会演，我觉得是真的。就是你现在这个景就是很像那个样子，然后我们进去，其实我没有演过戏，可是我就会知道说，哎，好像我现在应该要做什么。今天是那个寒流来袭，然后台北市好像只有6度吧，所以我讲话已经发抖，瑟瑟发抖。剧组其实蛮好的，他有发给大家暖暖包，就是其实我们，其实里面就是翻开衣服下面全部都是暖暖包。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求助无门，大家就这款心情啊。国际桥牌社血汗劳工，血汗劳工，无良投降，投降，没够啦，够啦，够啦，没够，不要怕别人，一到二十四小时都无加薪水啦。我的魔头龙啊！我想去捞你啊！抗议老王暴雷，暴一次300块，加薪给小编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很想讲。大家好。我们是小编。可是二十几年前投诉无门，你现在可以去投诉。好，麻烦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